啊，姐妹们，这节课值10万。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，选对品牌很重要，用对产品就更加的重要。所以为什么同样的产品，你用完跟我用完，最后发现了，哇，我用了很久，我最终我用了寂寞，别人擦出来都是美丽。今天呢，我就在从护肤的第一步就开始教大家如何正确选对产品和对姐妹们，只要你是女生，一定要把这篇视频看完，这堂课值很多很多很多钱。讲到洗面奶，很多人说我会洗脸，就是我直接就会问你一句，你真的会洗脸吗？很多人就说啊，把这个洗面奶挤出来之后，啪啪往脸上上，一分钟两分钟洗不干净了之后，发现还洗不干净，我再洗一遍，再洗一遍，再洗一遍。洗完之后说你家的洗面奶不好用，为什么？太干了。今天听清楚了，洗面奶停留在脸上最佳的时间是20到30秒钟，超过30秒会带走面部20%的水分，所以你干了，在掌心打出泡泡，利用泡泡的连绵感与你的肌肤相接触，这个30秒钟的时间就完全把你脸上的灰尘，把你脸上的污垢给你带走了，所以不需要洗太久。而且选洗面奶一定要选择像思康这样氨基酸的洁面，安全到哺乳期孕妈妈任何人都可以用的，不挑肤质。那讲到这个水的时候，很多人说，哎，我可以用手吗？其实可以用，但是呢，我们会告诉大家，像小瑞他们有一些干纹小细纹的，你也可以直接上脸。我觉得直接上脸会更好一点，因为手确实水分能吸收。对，因为你手上的纹理也会带走一部分，所以呢，你看像针对像他这种额头的话，我们直接去往脸上去，额头上面给他上，利用你的美容指的指腹按压，往两边，从中间往两边推到太阳穴，纹往上提，往上推，到在他的这个法令纹处的地方都可以去哈。所以说姐妹们，每一步都很重要哈。按压住你的法令纹，往上做一个动作，提，这只手提拉。一只手提，一只手拉，一只手提，一只手拉，3遍即可。它整个面部的话，就会呈现一个往上走的状态，这样会保证我们每一寸肌肤都可以吸收喝饱水。老金针的手法啊，姐妹们看好了。嗯，用在水之后的精华，这个呢有两种手法，一个是全部像我一样的把它挤在掌心，然后还有一种手法就是哪里有纹怼哪里。哦，我就是哪里有纹怼哪里。对。那我是首先我先放在掌心里倒出一半，我先给大家做第一种手法的展示哈，一样的往上提，往上拉，往上提，往上拉。大家不用担心小金针你的手心吸收不了哈。嗯，小林你有没有感觉你的皮肤就是紧紧的？哦，对，是吧？好，这是第一种手法擦。第二种手法看到没有，像有些女孩子随着工作压力大，生活压力大，很喜欢皱眉头，对，有川字纹很严重，好，抬头纹很严重，好，你就直接把小金针往你的纹路上，纹路里面灌，对，灌完之后顺着往上提，眼周会有一些小干纹小细纹，来看到没有，做一个动作，用你的美容纸把这个纹给我撑开，把小金针往里面填，填完之后做一个横拉竖提的动作，横拉竖提，横拉竖提。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小金针它真的太好用了。小瑞的这个眼纹刚才其实是有点深的，你看一下，不就这么填满这一下子，你看他的眼睛。嗯，所以说小金针哈，姐妹一两只效果就特别明显。对，法令纹这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因为法令纹长法令纹的人多。 OK， 然后利用美容纸翘起来之后，压住你的美容纸，压住你的法令纹地方，往上走一遍，两遍，三遍，直接吸收。你只要坚持每天提，姐妹们，你就提个3天，你自己拍照，是真的。别打圈啊，姐妹们。嗯，爽肤水、乳液、面霜、小精华都不要打圈。然后没带眼霜的话，因为小金针我刚才也用了眼部，眼部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上乳液。你看，很多时候大家用乳液的时候就直接上脸，好，这个时候我就给大家放在掌心，利用掌心的温度去快速的往上提，用食指交叉。往从下巴开始往上走，然后用美容纸往上提。姐妹们不要担心，乳液手心也吸收不了，吸收不了，它全部都会到你的那个脸上。知道。除了水不要倒到手心里边，其他都可以倒在手心里。脸上没有任何的泥泞感，你用你的手这样提，清爽型的，感觉就是那种润润的、透透的，对不 对, 对, 对？嗯，很多人有个误区，说，哎呦，我是冬天用霜，我夏天不用霜。对。但是我在这里，我以我这么多年的专业的这种经验告诉大家，想要做到真正的抗衰老，任何产品都没有，必须要有一支 K 老的面霜，
因为面霜它是70%的油分加30%的水分，补水兼补油，所以为什么要用乳液之后还要用面霜，所以它才可以达到水油平衡的状态。第二点，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说，哎呀老师，我只是夏天我不愿意用面霜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手法不正确，你会觉得黏，会觉得闷，会觉得厚重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今天我教你一个夏天一样用 K-Law 面霜的，而且很好吸收不黏腻的手法。很多人说到了冬天面霜我直接上脸，对不对？好，夏天看我一样的，用美容纸的指腹取出指甲盖大小的面霜，好，放在掌心，来回一揉，双手合十，对，按压挤压之后，来往前走，你看刚才是不是乳霜质地，现在是不是化成水了啊？好，利用手掌心的温度可以往上走上脸了，还准备好啊，也是一样的，往上提，看到没有，往上提拉走，往上提走三遍，往上提走，看一下这块面霜它就吸收了，而且没有任何的黏腻。所有的护肤结束之后做一个动作，双手合十去搓热之后，好，从下双手合十，一二三四五，结束，整个流程就这么简单，3分钟就可以搞定全脸。一定要坚持哈，姐妹，这样的话能省很多很多钱，要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哎这个不好用那个不好用。是的，其实我们的四抗有很多姐妹们都说，哎小丽我怎么没有达到你说的那种效果，我都是一对一的教他们手法，教完手法之后哎呀好用好用是吧对。